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林昌宏医师。每年的秋冬都是流行性感冒以及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好发的季节，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族群，一旦感染了肺炎或者是流感，治疗起来都相当的不容易。幸好现在有疫苗可以来做预防的工作，每年从10月1号开始，只要符合的资格的族群都可以接受免费的疫苗施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特别针对流感以及疫苗的施打相关的问题来做更详细的说明。今天节目邀请到台中慈济医院感染科廖伟志主任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讨论。廖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感染科廖伟志医师。感恩廖医师来到现场。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照例先来介绍今天接听 call in 的医师团队，由中医部陈建仲主任、神经内科曾启玉主任、泌尿科谢登富医师、新陈代谢及内分泌科邱世清医师、神经外科杨道杰医师、肝胆肠胃科张欧高奇医师。观众朋友们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都欢迎 call in 专线04-2536-2377。廖医师，在每年这种秋冬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些流行病可能有哪些呢？大部分都是心肺方面的疾病，但是比较严重呢，常常就是我们的秋冬的时候，因为感冒，因为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得到感冒，然后感冒所引发的肺炎，常常会是秋冬的时候会导致一些重症的原因。是。先让我们收看下面这段影片，再回来跟廖医师一起讨论。来他就好。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3月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峰期，抵抗力较弱的老人与小孩首当其冲，因此成为防疫的主要族群。透过疫苗的施打，预防流感的肆虐。小朋友从出生到3岁会打很多常规的疫苗，那流感疫苗跟其他常规疫苗一样是不活化的疫苗，那有的小朋友可能会有轻微的症状，可能有一些发烧，一些严重的比如说有可能有1/10000的副作用，那其实很轻微，但是万一不打流感疫苗得到流感的话，可能会因为小朋友抵抗力比较差，可能会衍生成重症，那这样就比较遗憾。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一种传播于鸟类与哺乳动物之间的传染病，是由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常见症状包括发烧、喉咙痛、肌肉痛、头痛、咳嗽、全身虚弱无力等等。虽然普通的感冒也有类似的症状，但由于是不同的病毒所引起，而流感往往更为严重。流感病毒一般透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目前透过疫苗施打能安全和有效地预防季节性流感和其并发症。考量到父母亲上班无法配合到医疗院所施打流感疫苗，卫生主管单位连接社区的医疗院所，深入校园，主动为孩子们接种流感疫苗。那今年我们预计可以透过这样到园服务、到校服务，更进一步提升。那目前我们的预估应该可以达到4×5，啊，也就是说，透过今年的努力，可以把施打率再提高到4.5。我想这样的话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到学校或者到幼儿园来施打的时候，那也得到家长的欢迎。除了学童的疫苗施打，台中市卫生局和台中慈济医院社区健康中心的医疗团队合作，走入社区提供高龄长者疫苗施打的服务。在接种疫苗后约2星期，体内便会产生足够的抗体对抗流感。由于流感病毒会不时的变种而衍生新的病毒株，导致流感广泛传播。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年流感季节，高危险族群都应该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
姚医师，我们刚才在影片当中都有看到流感疫苗的一个接种的一些问题哈。对，那是不是先请廖医师先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流行性感冒跟一般的这种感冒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好，我先讲感冒。感冒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上呼吸道感染。所谓的上呼吸道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喉咙啦、鼻子啦、嘴巴这段叫做上呼吸道。那上呼吸道的感染呢，其实有很多种病毒，好像我们常常所讲的一些流鼻水，就是所谓的鼻病毒，或者是我们在咳嗽啦，咳得很厉害啦，很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副流感病毒啦，或者是一些或者一些腺病毒，好，还有我们那个 SARS 那时候所说的冠状病毒呢，这些都是我们感冒很常见的一个病毒。好，那流行性感冒它本身也是感冒的病毒的一种，但是流行性感冒它为什么特别受到重视呢？主要就是流行性感冒呢，它的症状呢会非常的严重。好，流行性感冒它得到的话呢，就会很多很多很不舒服的症状，它可以把一个三四十岁的一个年轻的健康的成年人叫他马上过来看医生。好，所以的话流行性感冒呢目前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流行性感冒在症状上经常是来势汹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那它的传染的途径是什么样的？流行性感冒它跟一般的感冒一样，都是经由飞沫或者是口鼻之间的接触，就是经由他咳嗽或吃到别人的口水，也有人说是可能会有一些分泌物，这些也会造成感染，但是大部分的话呢，都是我们讲话啦，或者是说咳嗽没有捂住口鼻呢，这样会传染过去的。所以如果说一旦被确定诊断说是流行性感冒，是，那它的严重性会是什么样？流行性感冒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以感冒症状为主，但是它这个感冒症状其实跟一般的感冒症状比较不一样，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全身酸痛、发高烧、头痛、喉咙痛，有些会合并胸闷，甚至有一些会觉得就是说全身肌肉酸痛，就是很没有力气。好，有时候会我们常常讲说重感冒，重感冒，这重感冒大部分都是流行性感冒。那它的并发症，如果说我们的感冒不去理它的话，基本上呢感冒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一些纤毛的运动，好，那会导致我们鼻腔的细菌呢跑到肺部里面呢，会导致第二次变成细菌性的肺炎。那另外呢，流行性感冒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强的病毒，我们常常在讲说感冒会引发头痛，那常常就是病毒它已经有侵犯到我们的脑膜。那流行性感冒呢，它其实很快呢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头痛，所以会有些人会导致一些流行性感冒的严重性肺炎，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脑膜炎或者是脑炎，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疾病，甚至比较严重呢会产生一个败血性的一些休克，或者是弥漫性的一些血球的凝固异常，这些都是流行性感冒的并发症。是，所以真的得到流感不能够像一般说喝喝水休息几天就好，所以它的治疗的方式会有怎么样的？首先呢，流行性感冒呢，其实大部分的流行性感冒其实休息其实是可以好的，但是不是说喝喝水就算了，大部分就是要我们自己要培养好自己的免疫力。那如果是说流行性感冒比较严重了，譬如说发烧超过48个小时，或者是说他发烧就是有合并一些很严重的胸闷、胸痛或者是喘的情形，这时候呢不要在那边等，就赶快来看医生。那流行性感冒它的预防跟它的治疗方式跟预防的方式，大部分我们第一个首重预防，然后预防当然就是打流感疫苗。那在治疗的方式方面呢，除了我们自己的症状治疗之外，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药就是克流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热瑞莎。克流感是口服的一个抗病毒用药，热瑞莎是鼻喷剂，所以一般的民众接触到的是克流感。克流感它的抗病毒用药呢，据报道可以缩短1.3天的一个感冒的一个病程。那我们一直有谈到这个疫苗，那到底什么是疫苗？疫苗我们先要讲到疫苗，首先我们要来谈到的就是流行性感冒病毒它到我们身体会诱发哪一些机转。
那首先呢，我们的身体哦接受到异物之后呢，我们会有我们的免疫球，好，或者是我们的白血球，就是 T 细胞哈，会去吃它，会去接触它，接触它之后呢，它会产生哦，它就是吃到之后，它会分析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病原菌是什么东西，然后传播讯息给我们 B 细胞。那 B 细胞呢，它会分泌一些抗体啦，或者是一些补体的一些免疫反应的哈，再丢给那个 T 细胞跟全身的一些免疫反应。那我们的流行性感冒的疫苗，它是疫苗的一种。好，那疫苗一般来讲啊，我们就是它主要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所谓的空袭警报。好，一般我们的病人哈，如果得到一个正常的病原菌的话呢，它其实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疫苗呢，它其实我们会用减毒或者是一些假的一个细菌哈，是骗我们的人体哈，就让我们人体产生一些空袭警报。那所以产生空袭警报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就会诱发我们自己的免疫反应。那很多我们打完疫苗很多的副作用啊，譬如说头痛啦，或者是有点发烧啦，有点全身酸痛啦，哈，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免疫反应在启动所引起的。是，那我们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的对象会是什么？流行性感冒是每年冬秋冬哈季节一定就是 WHO 哈希望我们一定要打的一个疫苗了哈。那目前我们接种的对象哈有几个啦，第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一个老人家哈，或者是60岁以上有一些或者说重大伤病的患者，好，或者是有一些6个月以上哈，或者是六个月到2岁哈，它的效果比较差，有时候是2岁以上哈，到国小学龄之间的一个幼童啦，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孕妇了哈，很多人都说哈孕妇。可能就是打了会不会影响胎儿，其实不会，其实孕妇才是更是需要打的。啊，另外的话呢，还有我们自己本身，譬如说医护人员或者是照顾一些长期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畜牧业的人员呢，这些都是我们流感所要打的对象。是，那我们接种了疫苗之后大概多久会开始出现这个抵抗的力量呢？一般流行性感冒疫苗打了之后，我们要让它空袭警报，总要有那些人去躲，所以从打了流感疫苗到我们免疫开始产生，到后来之后，我们免疫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下一次奋斗的时间，大概到2到3个礼拜，所以打了大概之后，不是说马上打马上有保护力，大概是2到3个礼拜。 是。那我们在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流行性感冒的疫苗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安全的疫苗，好，它不是一个活的病毒疫苗，它是一个死的病毒疫苗，所以呢，它其实不会导致我们真正的感冒。那但是比较怕的副作用哈，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流行性感冒，它的那个疫苗的一些病毒哈，是由我们蛋的那个蛋清呢，就是蛋白。所培养出来的，所制造出来的，虽然是说我们在制造疫苗的存化的过程中哈，会有很多已经把那个蛋白哈已经萃取到几乎没有了，但是呢，如果严重哈对蛋白吃了蛋之后会严重的休克、严重的过敏的患者呢，其实哈是要小心不要施打。好，那另外的话呢，另外就是有一些病患呢哈，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是一个急性的，在急性发烧啦或急性重病的时候呢，这个也不建议施打。是。每年这个秋冬天气开始变冷的时候，年老的患者因为肺炎而住院的个案就会急剧的增加。除了流感的疫苗之外，对于一些抵抗力较差的族群，像年长者或者是婴幼儿。他们除了流行性感冒的疫苗之外，也可以再接种所谓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以2只手背左流右肺不同部位的施打，可以在临床上得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就透过下一段影片再回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每年的秋冬，除了预防流感之外，对于老年人及婴幼儿等抵抗力较弱的族群，也要留意肺炎链球菌的感染。
肺炎链球菌常潜伏在人类鼻腔中，一旦感冒或是免疫能力降低，肺炎链球菌就可能从呼吸道或血液入侵，而导致中耳炎、鼻窦炎、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等常见的感染症。肺炎链球菌疫苗它其实是一个不活化的疫苗，所以它其实可以跟其他种的疫苗同时接种。在这些特定的族群，比如说肺有一些气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那或者是说一些支气管扩张，或者以前得过一些肿瘤或重大伤病病史的病人，这样子施打是会有帮忙的。它其实可以预防掉70%-80%的一个肺炎链球菌的感染。那在这些特殊族群身上，有时候这样子的感染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如果是严重的肺炎，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到住院用氧气，甚至有一些呼吸衰竭的状况。那如果有施打，可能可以避掉这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在统计资料中发现，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等患者，因为免疫力低下，感染肺炎链球菌的几率比一般人多出3.4倍，一旦感染，死亡率也高出1倍。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除了打流感疫苗以外，也可以打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个小朋友除了每年打流感疫苗以外，现在从7年开始，有针对出生满2岁到5岁的小朋友，其实可以再接种另外一剂，就是幼儿肺炎疫苗。两支疫苗可以同时打，左流右肺，左边打流感，右边打肺炎疫苗，会更有保护效果。卫生福利部自10月1号起开放全国卫生所合约医院，年满60岁以上或6个月以上到小6学生免费施打流感疫苗，同时增加75岁以上的成人、1岁未满、5岁孩童施打公费链球菌疫苗。由于长者与幼儿童是感染流感病毒或肺炎链球菌的高危险族群，流感疫苗与肺炎链球菌疫苗属于非活性疫苗，安全性高。在施打疫苗前，仍需要经过医师专业的评估，建议符合2项条件的民众可以左流右肺双管齐下接种，获得双重保障。为了健康，千万不要害怕麻烦，事先预防就能多层保障。刚才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的是 流感疫苗以外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是，所以请廖医师先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它是我们的人体的常在的细菌的一种，它本身是躲在我们鼻腔里面，是我们鼻腔里面常常见到的细菌。那肺炎链球菌呢，它平常在我们鼻腔里面没有事，但是在我们感冒的或者是抵抗力差的时候呢，它就会跑到我们身体的其他地方，譬如说脑部，譬如说肺炎，譬如说我们的中耳炎，譬如说我们的鼻窦炎，这些都是肺炎链球菌呢常常侵犯的地方。这个肺炎链球菌也常常都是占这些疾病最常见的细菌之一。嗯，所以什么样的比较高危险的这种族群有需要来打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肺炎链球菌呢，它其实它是一个包膜比较厚的一个细菌的哈，那我们会选择就是说高危险的族群呢，主要就是我们细胞的一些免疫力变差的一个病人，好，譬如说年纪比较大，65岁或者70岁以上的长者的话呢，他其实他的白血球功能已经没有像正常人这么好了，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打肺炎链球菌疫苗。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脾脏切除的病人，好，脾脏切除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些白血球的免疫力。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影响我们白血球免疫力的一些疾病，譬如说糖尿病啊，或者是癌症的患者啦，这些也会影响到白血球免疫力，尤其是那个癌症的患者啦，接受免疫抑制剂啦，或者是接受化疗之后呢，它其实呢，我们的很多的白血球的功能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这时候呢，它来打肺炎链球菌的预防是也是很好的。还有在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在讲的 HIV 的病人，就是所谓的艾滋病，好，这些病人呢，他其实他自己的抵抗力啊、白血球也都是被病毒攻击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时候他自己对这个肺炎链球菌的抵抗力也比较差的情况下呢，好，其实也适合来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是，
所以如果说没有施打这个疫苗，那得了肺炎链球菌它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吗？肺炎链球菌呢，它其实是很厉害的个细菌，好，它其实如果是侵袭性的话，其实是要通报的哈。那它的严重的疾病包括所谓的脑膜炎哈，那脑膜炎呢最严重的就是当然所谓的意识状态不清，甚至会致死。好，那肺炎的话呢，就是我们常常所做的肺炎最常见的细菌。好，那如果肺炎很严重的话呢，常常会导致我们的呼吸衰竭啦，哈，尤其是在心肺功能不好的病人哈，呼吸衰竭常常会诱发我们的心脏衰竭，导致他长期的插管和管子拔不掉。好，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鼻窦炎跟中耳炎，这个也都是常见的。好，所以肺炎链球菌的话呢，其实除了这些呼吸啦或者是脑膜之外呢，它其实比较严重的话也怕是会诱发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多重器官的衰竭，所谓的败血症，这些在肺炎链球菌上面也是很常见的。是，那如果说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预防跟治疗它？预防的话呢，首先是讲预防。预防的话呢，其实我们除了我们所谓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感冒，尽量培养自己的抵抗力之外呢，哈，戴口罩的所谓的我们的呼吸道卫生的那个要注意之外呢，好，最好的方法还是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好，那肺炎链球菌疫苗打一剂，大概可以保护大概5到10年。那在治疗方式的话呢，其实肺炎链球菌呢最怕就是说我们没有去警觉它，好，其实它在治疗方面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很昂贵的用药，好，像我们那个培林西林啊，或者是常常见的什么头孢子素啦，哈，这些都可以用来治疗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肺炎链球菌的感染。但是呢，最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哈，因为肺炎链球菌最近的抗药性有越来越增高的趋势，所以很多抗生素呢，某些的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的患者，他会得到那种抗药性的肺炎链球菌呢，这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抗生素的使用可能会没有效，但是疫苗对这些抗药性的那个肺炎链球菌呢来讲呢，它还是有预防的效果，所以还是要宣导，就是说最好的方法还是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是，所以最后是不是很简短的跟我们给观众朋友一个小叮咛，说这个左流右肺这样子施打的好处？我们那个秋冬的时候呢，其实呢最怕的就是我们的感冒了哈。感冒就是最怕的就是我们的流行性感冒，这个通常会把一个人哈，就是他的一些工作能力会丧失。那感冒呢，他其实还另外的话呢，如果感冒慢慢的话，他我们的会受到我们肺部的纤毛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肺炎链球菌呢会侵犯到我们肺部的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如果有打流感疫苗的话，我们除了可以预防流感之外呢，我们如果有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肺炎的预防更加好，有加强的效果。是，感恩廖医师今天来到现场，跟我们详细的解说流行性感冒以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的重要性。自卫仁医守护爱，谢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见。